大学宿舍里的无语瞬间。这题测也太累了，800米简直要了我的命。那生命之水，谢谢贝贝。哎呀，累死我的。小鬼，你买的哪一餐呀？先给我活一口嘛。啊，哇，好凉快。王琦，我还没喝呢。我只喝了一口，还有嘛？你活嘛？这，擦干净就死的嘛，又不脏。你倒是挺客气，真以为自己多干净啊？本来也没啥子嘛。王琦，你都出汗了，先去洗洗吧。我一会儿都去洗，先坐一会儿。可是你都湿透了，会不舒服吧？没的事儿，我没得关系。不是你听不懂话吧？先从别人床上起来，真糊涂假糊涂啊！晓得的，我现在都起。小辉，你怎么了？王琦晾衣服又没拧干，我摔了一下。你都跟他说了好几次了，我这有创可贴。王琦，你洗衣服记得甩干再晾上去，阳台上都是水，很危险的。我搞王的，不好意思。你下次一定要记得，今天小辉都摔了。晓得的。你们谁上厕所没冲水啊？脏死了！我没有。王琦，你冲厕所不会啊？让别人怎么用啊？赶快去冲了。魔后嘛，我都是搞王的，我现在姐都死了嘛。快去快去，别磨叽了。厕所给我刷干净了再出来。哎呀，我都出